咱的台湾歌这个节目，过来要为大家来邀请这位呢，歌未晓唱，未晓主持，人缘真歹，大哭阁好呆，一世人无可能会红。这位歌手是虾米人呢？何阿基安尼甲屁唱？哎呀，小等呢，我一定用木甲半小时。后一个要唱歌的，就是阿基本人。我唔只敢安尼介绍，无正经要边啊红木去哦。咱未唱歌啊，甲人咧出唱片，出几地？两地。头一地叫做无步调，第二地主打歌是无情安平港。啊，但是今仔日要来唱的呢，是要来唱蔡振南老师所唱红的《生命的太阳》。啊，未晓唱歌，搁拣这条歌啊，无讲介好唱啊，无讲介好听。事实上，这首歌是真爱，真好听。啊，其本身真喜欢，所以我才拣这条《生命的太阳》要来唱。啊，但是唱了较无好听。咱希望讲蔡振南老师甲咱海涵一下，歹势哈。录音迄个时间，头毛短短，来做主持这个时间，头毛较长。所以你了看到黄阿基啊，你的头毛短短，啊来向阳怎啊头毛变遮长？迄就是录音啊，甲这个时间并唔是同迄个时阵，所以头毛短短变头毛长长，你等下唔通惊到哈。男歌歌声真特殊，阿基歌喉有卡数，伊的作曲甲作词都在个，伊真可取，咱摕伊的歌来唱。有困难度陪咧上，亲像竹笋插豆上，上惊无人会欣赏，啊，无人会欣赏主持咱的台湾歌，主持遮尼啊久啊，来唱一条啊歌，予大家品尝，啊嘛是应该啦。来听阿基本人所献唱《生命的太阳》。
行到遐。